哎，美女，给你100块钱。哎，100块钱。你要100块钱，还是要实现一个愿望？什么都行。什么都行，那就没有了。100块钱和一个愿望，你要什么？不要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不要钱啊？那你实现一个愿望嘛？把一件菜买完。把你的菜卖完？嗯、我不买，我帮你卖完，好不好？哦、行不行呢、啊？我行不行啊？如果不行，我就直接给你这么多吧，哦、好吧？我来买完。但是我要教你怎么卖呀、啊，对吧？我现在教会你啊，待会儿就怎么卖完了，你学一学，好吧？一招就可以了。捏鸡蛋挑战赛，10秒钟之内，啊，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捏破，我们就给它50块钱的菜，捏不爆就消费50。不是亏死了吗？亏呀、啊！你觉得你能捏破吗？就是两个手把它捏破。可以。你可以捏破啊？不，你先不捏啊，我们看看谁能捏破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啊，反正亏了算我的。怎么没人来呀、啊？没人来，你看这么多人。随便挑一个蛋啊，然后直接捏，好吧？啊、来捏，来。大哥，你去。不行，不行，就消费50。这好像是不行。哦，你小心啊，别弄得，行不行啊？到底？真捏不破。啊？真捏不破吗？那就消费50，行吧？好，消费50，好，可以开始，用力。咦咦，别搞得衣服都。啊，你不敢啊？行不行啊？行，肯定行了。真的行啊，啊，好，挑战失败，随便选一个啊。我厉害了。你厉害，好，挑这个是吧？好，手指伸直，伸直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挑战失败。这个你好像是个网红啊。嗯。你是 King 啊？来，等一下，破了没吧？破了就你赢了呀。啊，用手指伸直啊，伸直啊。哎，对，3、2、1，走你啊！这，哎呀，那男是不是男人啊？还是没搞破、啊。再试一下。10秒钟已经到了，没机会了，买50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结束。真不行吗？脸都变红了。行。那就买菜吧，50。手指伸直啊！哎呀。这次挑战成功了吗？挑战成功，拿了个 light。哎呀，行，好，然后就给你50块钱的菜，你看，就剩下3根茄子了。所以我们做生意要干嘛？以活动的形式，是吧？以挑战的形式去做，你才会以后不用在外面摆摊了，你以后就可以开个店了。好，有没有这个信心啊？有这个信心啊？好吧，来，give me five。